铁呢，现在呢搞团购，推出的是30人以上团购票呢，最高是打65折。但是很多人讲说，哎，30个人哎，像我们这种年纪啊，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，有自己的家，你没有办法像什么以前学生时代，这个人拉一拉，那个拉一拉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30个人，你要凑到怎么样才凑得到啊？所以很多人觉得说，好像有一点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。王先生一家四口买票，台北到左营动辄上千，喜气拜拜，大喊吃不消。现在连高铁团购好康也是看得到吃不到。原来高铁搞团购，限定30人以上订票，指定车次，最高车票65折，算下来30人以北高计算，可省下10000多。不过要凑到30人才能 A 好康。普通家庭来说，门槛过高，很难吧？应该都是公司或是团体才有办法。你觉得，所以一般人的话，应该是多少人才合理？多少人哦？就是像那种团体，我觉得应该是以一家人为主，4到5人吧。就是因为门槛高，网络上有学生族群已经开始号召揪团订票。不过乏人问津，毕竟要30以上，还规定得团进团出，这人数的限制已经让一堆人打退堂鼓。就为了一个搭高铁，然后你去哪里凑到30人那么多啊？民众也抱怨优惠时间也有限制，只有元月20号到4月底春节期间和清明连假统统不适用。重点是中间如果一个人要改车次或退票，必须30人全团一起退，每张收手续费20元。也难怪民众抱怨这样的优惠还真的不是一般家庭可以享受得到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